如果你是一滴水，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？雷锋，到。如果你是一线阳光，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？怎么，眼睛可惜了？雷锋的灵魂深处是纯净的。我是接到他的信才去农场找的。我答应过他，等有一天当上了劳模，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，我再给他写信。他一直想见我，我离人民是不是远了？雷锋。